打击音，然后嘴透一直好想看。我这个人呢，不落井下石的，他现在已经被嘴得满头是包了，他自己被嘴到无法还口了。我是不会落井下石的，就算他说当年是因为我才出不了国的，就算我当年差点因为他说打假赛的事情，差点 HKA 整队被 ban 连比赛都没得打，我也不会拿他出来消费的。你是在消费？我哪有？我哪有？哎呀，我相信他嘴炮我没有恶意了，只是有时候你们很烦哦。因为有人说特哥吐一手嘴你，吐一手嘴你，吐一手嘴你，我看了也觉得很阿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干我朋友怎么在嘴我，偶尔嘴一下就算了，有时候连嘴好几天，连续好几天聊天室都在讲，会觉得很烦。你有惹到他吗？不然他嘴你做啥？我觉得第一，他嘴炮我有效果吗？有效果，观众爽，观众爽就有钱。那第二，他可能单纯觉得好玩。第三，我是按照几率排的哦。我个人认为，对，第三就是他觉得他跟我很好，他可以这样随便呛也没差。啊，被发现了吗？他想进来。他恼羞交惨，好好，没事，我们三级了，而且顺利的骗了辅助的闪，还让潘森浪费很多时间要来抓我，让你的，干人也太好了，这样让的，好人好事代表就是你了。谁喽？可悲，被我单杀，他被我单杀。难过的话却没有说。最近玩蒙多，因为蒙多强啊，什么强就玩什么。你看我最近就不理你们，你们说什么想看什么唧唧歪歪都不屌你们，随随便便就上大师了。你看我出国三，我出国混了四天没打喽，回来轻松上大师。我本来想说今天回来要热热手的，结果这个手还没热就上大师了，我就跑去睡午觉了。大绝开下去，直接加速开超啊！看他偷吃，他很会，他这样偷吃其实蛮屌的。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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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很舒服很舒服。开刀！游戏结束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韩市长八个月完成五项政见，市政完成度无人能敌，请强力分享。哪五项啊？我不要说他现在什么市政，他妈你不要什么挖水沟，你拿出来讲他该不会说什么清多少水沟，然后拿出来讲吧？该不会说那个治安什么抓了多少酒驾吧，也拿出来讲吧。清水沟跟治安什么的，假设啦，假设他是讲这些，那些是必须要做的，每个市长都在做的，这部分是拿出来当政绩。那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所谓的政绩，第一个挖石油，对经济最有直接效果的选前的政见，挖石油嘛，没做。再来爱河的什么爱情摩天轮，没做。然后发展什么观光产业。对吧？什么观光医疗吗？没错。那他到底做什么？赛车、赛马，没错。赛车、赛马，我就算一件就好，我不要算两件。他喊的他妈四件全部没有做啊！他到底做什么？我不太懂。他说不会绕跑。如果80万，大家对我这么多期待，我走人，我绕跑，我辜负市民的期待。哇，他讲的多好听，那也算你的政见吧？你说你不会绕跑啊？你说你不会辜负选民的期待吗？人家选我，把票给我，我如果还溜之大吉，
对不对？我怎么对得起投票给我的市民朋友呢？对不对？哪个做到啦？你们不要讲屁话，那个是反转里面吧？对，我是韩黑，我承认。干嘛？关我屁事啊！关我屁事啊！傻掉！追不到，你追不到我！跳跳跳跳走跳走！对对对，有人 TP 来了。嗯，来，你们要死了哦！你们要死了哦！跟我开玩笑哦！不要跟我开玩笑哦，纳蒂鲁斯！哎，他被假设，他被假设。菜刀中了，狙。再菜刀，带走。菜刀，开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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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菜刀，又中了。好，放过他吧。嗯，这谁啊？你不可能跑掉了啦！不要搞笑了，敢开我？我谁？你他妈敢开我？哎，放一下，不是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操！差点下课，来两只留给你。啊！再来最新政策，我要把高雄发展为电竞首都，全世界的电竞产值高达1000亿美元，发展电竞首都。然后呢，你们知道吗？六都总决赛，挖掘各地人才，让一些业余的选手，让一些非职业的选手有发扬光大，有一个舞台，有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舞台就是六都，最大的舞台也是六都。那这么好的发展电竞的东西的比赛的舞台，六都市长就你一个没来。你跟我说你要把高雄发展的电竞，他这个人，就如果你不是真的遇到的话，你会觉得他靠北，这什么？你不是真的遇到，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反串啊？看到吗？好的啦，你要死来，怎么办？你死来，你死来，啊！我怎么想？啊！我怎么想？我直接扛着两个人把他们砍穿，血还满的。这不太行，这塔下了，冷静。谁一直在叫啊？不是吗？我讲话很有逻辑的哦。就你就说你不来，你点点就算了，你还说。就整个六都就你一个没来，然后你还在那边说你要把高雄发展成电竞首都，就是摆明你是故意要让他觉得你出一张嘴吗？他这故意的程度我觉得很夸张。怎么会有人可以？就你看我只是个小市民，我也不是什么政治狂热，我也不是什么政情分析专家，也不是什么政治系的，也不是什么贸易系的，什么。也不是学什么国际情势杀小专业的，我什么不说是个小市民，我可以随随便便用你的实际行为来打你的脸。一个直辖市的市长，全台湾第二大的直辖市的市长，他有80-90万的民意支持，然后他可以做成这样子，我真的我不知道。你如果大概在2-3年前告诉我，我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我这个人我很实在哦，我不是看人，我不是看他几，人家光头没头发，妈长一副阴，他一定是废，我不是这样哦，我不是这样哦，我在他选前我就说了，他那个政见我觉得很不切实际，他那个观光医疗我觉得太豪小了，挖石油也太豪小了，说那高雄市总人口到500万也太豪小了，那个根本是。我不懂，我选前我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说出这些话。他说出这些话代表他是个没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有脑的人不可能说出这些话，他要么没脑，要么坏人。为什么坏人？说他坏就是他故意想要骗人家不懂，骗人家不懂，骗人家选票。啊，不然就才会讲出这些话嘛。那不管是哪一个，你都不能选他、啊。所以选前超多人挺韩国瑜的，我选前在直播嘴韩国瑜，妈一堆人骂我，真的，一堆我的观众，很多观众还因此不看台了。觉得我他妈是垃圾，我超韩国，韩国瑜怎么可能怎样？你都在黑他，都过来黑他。哎干，这样子，真的选出全超多观众骂我的，可是我真的不是要黑他，我不是因为他脸长得很像两颗一，我就这样嘴炮他，我没有，我绝对不以貌取人，我是真的觉得他那种政见真的太胡乱。那现在
真的，真相会越变越明嘛。时间真的证明了一切啊，大家也慢慢看清，他真的就是出一张嘴嘛。他当初讲的证件也真的，不要说有没有执行啊，执行失败就算了，他连起个步都没有。你说一百，他是讲说100多美金吗？100美金吧，100美金来治鼻咽癌，100美金治癌症，还是外国人哦，国内人100美金治癌症，我可能还信。对，可能政府大力补助啊，也纳入健保啊，什么鬼的，随便。看他妈说国外的，我他妈打死我都不信。现在连做都没做，你没有听到任何什么观光医疗相关的政策在执行中吗？对啊，还有什么自己迟到啊，换地点啊，还说啊，我们等日本人25分钟，他妈明明是你自己幕僚办事不力，跟人家说在 A 点，实际在 B 点，等下到 A 点找不到你才说换来 B 点，等下换来 B 点的车程刚好25分钟，自己办事不力还把错推到人家身上，还是外国的贵宾，我操，真是丢脸丢到国外，怎么知道在干嘛？不是我们很顺风，我其实可以随时 end 了，但是我嘴巴很过于嘴到自己。有点走心了，抱歉抱歉。阿弥陀佛来了，嗨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阿弥陀佛。你直接开。好，开炸了哦！你要死了哦！你要死了哦！我直接扛到底了哦！菜刀又刮进去了哦！谁说不要再玩蒙多？你可以给我一个不玩蒙多的理由吗？因为我开局被这样弄，然后下路也输哦，下路连输2波哦，下路连炸2波哦，直接碾过去。嘿嘿嘿，嗨 ，YouTube。